哎呦，拍照拍的不好看是不是？他现在姿势摆的不够酷，不应该是人家摆姿势，是你来找角度，你知道吧？你来找，对，人家给你差评很正常，你得找角度，那还是人姿势的问题吗？你看这不就好看了吗？咔嚓。你也是，你别那么刚，你跟个什么似的？你站在这儿，你审视人，你摆的你好，摆一个你是吧？你比。你爱个心，你这不就人家就开心了吗？啊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这样的显得他高，哎，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是有原因的。走吧，走吧。评价中心，评价中心，快来快来。好评好评，棒棒的，我好喜欢这个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人类？但是为什么是叹号呢？应该就是系统出 bug 卡机了，就有人有差评给差评了。哦，这边是差评是吗？我这边是好评，这边是差评，但是差评是什么不知道，这种宕机了感觉现在是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这里面不允许有差评。对，你怎么跟我一伙同声啊？真的假的？只要有差评就宕机。哎，这有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哦，这有个笔记本。哦，这上面有东西啊。看看，打开看看。工作手记，这还有一个地图。地图。来吧。一。正常运行的评价系统允许各种声音并存，人们根据客观的评价修正自己的行为。二，若评价系统故障，可能会导致居民出现宕机情况，需要找到正确的代码进行修复，方可将系统恢复正常。三，代码藏匿在评价小区的五星营地和五星公园处。五星营地在这里，五星公园在这儿。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代码来修复这个系统，让这个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的评价功能。它现在只有好评，没有差评。对对，就看这一下了吧。行，只要出手就要漂亮。欢迎来到漂亮的战斗终极之战。耶！哇！在你们穿越之前接到了一封战书。哎，你看那边还有一封信呢。身经百战的漂亮团，你们好，马上你们将迎接来自全时空能力最强的勇士团的挑战。哟，哇，有人要挑战我们，看看是哪些勇士，让我们看看勇士是谁。陆虎，新婚快乐！欢迎完成了第一次结婚任务的陆虎。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第一次结婚任务？欢迎即将完成下一次伴郎任务的张远。张远，伴郎，张远。我又来活了，你看看。哎，大家好。来，接下来欢迎完成了一次成团任务的李斯丹妮。李斯丹妮，还有完成了 N 次角色扮演的刘美涵。我以为我是那个没有完成成团任务的。好，欢迎四位勇士来到漂亮的战斗。哇，欢迎。相信大家已经发现评价系统出现了故障，今天大家的任务是通过挑战获得代码，最终修复评价系统。好耶！我上一次听到评价这个词还是评价超市。好冷啊！好冷啊！没，您接着说，你接着说。原来你是这么冷的一个哥哥。能不能用多说一点？今天你们谁将成为2023超级团队？让我们马上开启第一个游戏吧。本期飞行勇士由微博网友在漂亮的战斗超话许愿池许愿献出，快来收官之战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。这啥呀？这是什么？
你唱歌怎么五音不全？你说的没错啊。人家都说你歌比人红，你还是不够努力。你就一首代表作吗？这说的是谁？欢迎大家来到第一个句句回应的游戏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很多评价，面对不同的评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应对的方式。有的人会选择直面评价，有的人会选择巧妙回应。本轮句句回应挑战考验的是当评价来临时大家如何做出应变。句句回应游戏规则，游戏分为两个环节，环节一，回应评价，两个团队各自选择评价词条对应的回应词条，组成答题池。环节二，大声回应，戴上耳机轮流进行答题，限时300秒，一人说评价词条，一人说回应词条，成功匹配则记1分，答题期间可随时换人，最终分数较高的团队获胜，可抽取2个代码，失败团队只能抽取1个代码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好，第一个评价，你就一首代表作吗？这说谁呢？这是，我觉得也很有可能是在说我。我觉得那个十，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很适合。可以可以，这是福气、啊、还带一点那个回应的感觉。那本来就有代表作，这件又有福气的事情是不是？来，第二个评价，人家都说你歌比人红。谢谢夸奖。谢谢夸奖。哦，他们觉得谢谢夸奖、哎、就很好啊。对啊、哦、对啊对啊。要不当事人来说一下。我就觉得就很好呀，这样是不是就很好吗？作品嘛，作品是硬道理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而且当时有人也这么问过我的，我是这么回答，我说我这样也很好啊，我这样既有不凡的作品，我还有平凡的权利，至少有一个东西是红的。哎，你看是不是？来，第三个评价，你还是不够努力。哎，或者下次一定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，是吧？好，来第四个评价，你是搞笑天花板。都是分内事儿。分内事是不是？都分内事，分内事。我觉得你不太行。啊，对对对。啊、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你不太行，哪里哪里哪里。我觉得哪里哪里。根本就不接你的话。有点难受，按的有点难受，有点难受。比较对齐一点。强迫症。好，这个的话是什么？是在酸人吗？第六个评价，你的能力相当炸裂。你的能力相当炸裂。哎，这样，你十二再写一个，展开说说。可以可以，展开说说可以。展开说说。写一个展开说说。展开说说，嘿嘿。Very good, very good。来，你确实有点东西。那你看看，那你看看，那你看看。来，我对你很失望。对你很失望，太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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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对你很失望，太酷了。郑振正，我对你很失望，太酷了。哎，我对你很失望，也太酷了。就不把别人气死，不罢休，哇，就觉得气疯了，直接气炸。好，那接下来请漂亮团。别人都行，为什么就你不行？净说大实话。我觉得你唱歌怎么五音不全？你说的没错。或者说是这样，因为我之前有录一些歌手，就是我说，哎，你今天可能状态不太好，他说下次一定好。你可以用下次一定，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，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，发如雪，发如雪，凄美的离别，唱的调调这沉在调上了。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是吗？你是每次都不准，还是说好想听听他唱歌？他是每次都不准，是吗？哦，那就你不知道吗？有些人不准就是一辈子不准，是吗？我还以为他是有过，就是比如说哪次车祸了，然后再
就直接这个好了呀。还可以，就是做不到呀，臣妾做不到啊。这个戏你演的差点意思，你行你来啊。优秀的有点过分了，应该是净说大实话，那就写净说大实话。不是，把那个净说大实话移下来。别人都行，为什么？哎，别人你，你那个你也不赖呀、啊，应该放在这儿。你戏演的真的差点意思，你说你也不赖哦。可以啊，对吧？我感觉对面都非常认真，我们回答的也很认真，是吗？我一点都。现在进行。